嗯，这只鸭杆怎么看起来那么服帖啊？完全没有拉满弓弦变形的问题，怪了。这么大的压力却没有弯曲，而是用了什么黑科技在里面啊？放松拉起来观察一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他在这一只压杆做了折角处理，产生杠杆原理来做相互抵消压力，好样的！如果你还没有看出来，我们换一张尺标，你就会更清楚看出来，有没有？真的是高招啊，不仔细看还完全都会忽略过去。好，快来测试一下 CPU 扩散后的平整度。我们先从内侧开始测试。嗯，没搞错，完美平整，一点漏光空隙也没有。再来是中心部位， OK， 也没有问题。最后是前面部位，嗯，也是没有问题。看样子这压弯变形问题 Intel 已经改善好了，但也希望别再使用半年后又会慢慢的被压弯变形。